资料图片加装了受油弹头的光辉战斗机。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，这种国产超音速第四代战斗机已被印度空军印入第45飞行匕首中队。该中队驻扎在泰米尔纳德邦格印拜陀德苏鲁鲁空军基地。报道称，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在2017年底批准了83架轻型战斗机光辉 MKEA 的采购。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也将这种战斗机的生产从每年8架增加到了16架。83架光辉 MKEA 战斗机将耗资5000亿卢比，约合 69.7 亿美元，帮助印度空军应对战斗机中队数量日益减少的问题。资料图片，印度空军1278 MKI 加油机为幻影2000战机加油。图片来源于网络。